要等一下下来，要我走前面哦。小米大冒险。咪咪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所以小米，你会看到，你有信心看到海龟吗？有。对啊，夜游。是啊，的确就在旁边嘿。欸、不要照咪咪，往地上照，往地上照。这边不要过去哦，那边浪大哦。这里看得到吗？哇！哦吼！我觉得往回走好了，有小朋友呢。我看我们不要下去好了。带正题。啊，本来要下哪里？本来要从这边下去，然后在这一排靠。啊，这一排看得到就对了。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但他这个浪现在都打上来，越打越大。小朋友都不要下，小朋友都来，我害怕。你看后面那个浪这么大。对，对，因为现在水位蛮高。哎，这太长了，这太长。所以本来到这边，对啊，那它最大大概在这边了。那这样有信心了吗？有信心了吗？好，你要下去吗？要。对啊，好，要。要装了，来来，等一下，来，好好来来来。对啊，反正还没洗澡啊，等一下弄湿。好。然后呢，我就是说不要站着跳，要蹲下来哈，蹲下来才跳哈。那小朋友还小的最后，如果万一冲过来的话，不要很紧张。好，小心，哎，对对对，我的脚好丑吗？哦，对，这个。来，妹妹来，妹妹下来的来，来到这边。我好紧张哦，来一个大浪。好，我们到这边等，到这边等。啊，咪咪。好。我浪来了，浪来了，浪来了，哇呼！看到海龟要叫一下。上来了。好，本来这边好也有这个晚上潮汐带的现象看到啊，因为现在水位很高，浪很大，所以看不到。好吧，你放手哈，阿姨拿手电筒照。真的，爸爸。前面上。好可怕！我这边下面走。Sorry. 有没有看到？还没看到。哇！好可怕，好可怕哦！来，小琉球大冒险，哎，看到一个大螃蟹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快，海龟，海龟！哇，好大的海龟哦！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这个，妈妈，眼睛好好哦，真的在动，这就不是石头了，刚才那是超像石头的。不要那么聚光，不要那么聚光。对，五块掉吧。海龟。那个聚光，把它弄小，用小一点，它才不会那么反光。啊，照起啊，照起啊！照起啊，照起啊！那里有，那里，哎，妹妹小心，那边。那边一直爬过去了，刚好近哦，已经一直爬过去了。有没有看到？螃蟹，螃蟹，就是啊，就是已经又掉下去了。在那边，就在他们聚光的那里，对。所以感觉这里是他们的牧场，都养在这里。酷哦！哦，这里就比较深，比较看不到了。不会啊，这边里面已经没有浪了，浪就打在外面。
酷哦。所以华君就是说来这里，觉得很多海龟，这里比较深啊，看就看不清楚。耶、yeah, 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对啊，就刚才那一只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螃蟹。妈咪。妈咪，我看到了。你、啊。哎。对对对，都取消了。对。螃蟹，螃蟹来了，螃蟹。螃蟹。哇，今天大成功！哎、欸，螃蟹，这个可以吃了，但是就小小只，没什么肉。好，我如果台风大了之后，螃蟹很多，它就会在礁边快点上浮，然后就是它要那个哈，被海浪很大的。好好好，这样吃的哈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害怕？到港那里面来睡觉。嗯，就是外面浪大，应该会。对，因为这个是人造港湾，它就会躲避那个海浪。那他们从哪里游进来的？就这边呢、啊哦，这边出去是那个外海啊。啊，然后他们怎么进来这里？哦，从这里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刚刚才没办法从那边直接过来，就是要只有一个缺口，让他们进来。对。所以这等于是他们的保育地、栖息地。没有了，这个是要保护船的、啊。哎呀，保护船。哇，很远对不对？对。哇，今天看到好多只。这边有一只，你看。哎，浮起来了。它游过来，它游过来。哎，过来。因为你们那个光没有那么强，它比较不会害怕。我这个光太强。这边刚有一只啊，这边又有一只。好啦，那今天。如果要拍照，要游到这边才照得到。那今天非常成功，看到很多耶。拜拜。